一关哦。就这个吧，182关。你的起点呢，在这里。我的起点呢，就在这里。你的终点呢，在这里。我的终点呢，就在这里。好啦，你听好了，这些呢是你的条件，你要用你所有的条件在上面筑一条小路，让小车运着小球从你的起点到达你的终点，你就成功啦。啊，我的起点到我终点。对哦，开始吧。简单。哎，那我这样子。你这样肯定不行呀，你的起点在这里。笨死。那我要他拐个弯，先拐过来，对吧？你快看，这样子我就到了。你不行，我都说了你要用所有的条件，你还没用完呢。啊，这么多条件，这咋用啊？那我就先等你3分钟吧。啊，你都拼好了？对呀。这么快啊？你看啊，我先给小车上发条，喂喂，然后放在这儿转个圈。小聪明，那再来一关呗，来就来，我第二次啊。